一共就四个旋钮一个开关，这款免费的平板混响非常好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好，我是 Alex。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呢，来自于 Black Rooster 黑公鸡 Audio 这个品牌，叫 Roll Gold。 这个 RO 呢是他们的混响的这么一个前缀。这个插件本身是模拟这个 EMT 的一款镀金的平板的设备，这个应该咱们以前讲过 Cush 的那一款，然后之前有一些平板插件的也是模拟这个声音，就是它这个平板呢本身上面是镀金的，是真的是金子。我们都知道平板混响呢，它这个平板本身镀的这个涂层的这个材质会影响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材质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反射的这种特点。那这个 Gold 呢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这么一个平板的类型，声音呢非常的华丽，尤其是在中频的地方呢非常的饱满悦耳。所以这个插件呢它其实一共只有四个控制，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是 Bass Cut， 就是切掉一部分的低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板混响的低频呢是它声音的一部分，它经常会有一些低频的堆积，很多时候这个声音很好听，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太多了或者太脏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掉一部分，从10到1K。 然后接下来 Damper，这个 damper 呢实际上是，如果你知道平板混响的这个设备的话，实际上是控制这个平板震动的幅度的，那基本上就是控制它震荡的时长，越小呢它的混响的时间会越短，越长呢就是越长，这个板子震动的就会越时间越长。然后有预延迟、干湿信号混合，最后呢是开关就没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先把 damper 放到最短，我们听一下。 I'll try not to call take my friend's advice， 没有的。They never did like you at all。 那放到5试试。 I wish you were here right now， 低频切掉一部分。 Cause you know just how to talk me down， 如果你把它推得很高的话，非常非常夸张。 I wish you didn't know me so well。 所以呢通过这个 damper 呢，你选一个合适的时长，然后呢切掉一部分的低频。预延迟呢可以给你让这声音晚出来的一点的感觉，听一下。 I'll try not to call take my friend's advice they never did like you at all。 I wish you were here right now cause you know just how。Talk me down. I wish you didn't know me so well. 你当然可以把 damper 降到最低。 Cause only you could walk me out of this hell. 做一个很短的这么一个感觉。 I'll try not to call take my friend's advice， 像一个合唱的那种感觉。 They never did like you at all。然后呢你再加一个稍微长一点点的，只要它那种混响饱满的那种音尾的感觉。 I'll try not to call take my friend's advice they never did like you at all。 I wish you were here right now cause you know just how to talk meSome records on trying to strike my mind but everyone avenged your song 没有了这样。 I kiss the whiskey glass and dream of your warm smile and pray the last time。 听起来还是相当好听的，非常的透亮的那种典型的平板混响的声音。要注意一点的是，这个插件实际上本身它是没有立体声进立体声出的，换句话说呢，它就是通过把你进来的音轨，哪怕你是立体声的，它给你变成单声道以后，然后再通过这个插件处理成立体声的。比如说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乒乓混响，你听的话你是这样的。 Throw some records on 左右左右 trying to strike my mind but everyone avenged your song。所以这个不能帮你做到那种把左边的声浪留在左边，右边声浪留在右边，这个是你需要去注意的。但是呢整体来说，它的作为一个免费的插件来说，这个声音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属于放进去就比较好听的那种混响。所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下载一个试一试。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